哎，你到哪里了啦？好久，人都要走光了耶。嗨呀哥，嗨呀哥，嗨呀哥。哦，好，出去了，出去了。记得，嗯，好，嗯。哪一种萝卜啊？台湾？哎？哇！徐子豪！不好意思，来晚，来晚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来，抱抱！来，我们。你跑哪里去了？又瘦又黑的。没有。啊。想你啊。好甜哦。宝宝还好吗 ？OK 啊 ，OK 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当爸爸的厉害吧？对。哦哦，这是。我跟你讲，阿 K 阿 K， 我跟你讲，我是他的朋友阿 K。哦，阿 K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发音好奇怪。好了啦，先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再聊。好。买那么多东西干嘛？哎，啊？我告诉你，有礼物啦。送礼物啊？不用啦，哥什么都有啊。走啊！好，上车，上车。现在他去吃饭了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臭豆腐，好不好？台湾小吃啊。那当然。哎，爸真的不知道我要回来。不知道了，这是他七十大寿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嗯。我看到会惊天动地。爸老了，脾气改了很多，没有像以前那么暴躁。可是我发现他连平常的话越来越少了，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。是哦。嗯，有你这个儿子当然好啊，房子都帮你买了。哎，头期款是他付的没错啊，可是剩下的贷款是我自己负担的。那不错啊。有什么不错？好啦好啦，你帮我好好孝顺爸，我专心工作，我就在东京发展。反正你好好的当儿子，你就有糖吃，对不对？也不错啊，多买几个房子。哦，你又来了。哦，算了，我想在外人面前跟你吵架。阿 K 又不是外人。你确定爸现在这个时间不会去看嫂嫂吗？不会啦，他说要回老家整理一些东西。哦，可是我怕我等一下会遇到他。哎，我跟你说不会就不会了，还是要倔强。米酒洗澡，不然你很容易着凉。嗯，我知道啊，你哥哥有帮我准备了。有了、是吗？我现在超贴心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一样，大爸爸就不一样了。那当然。哎，我帮你换一个啦，换大一点的。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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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你不要破费，我这些都买了，全部都有。回来家里住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对啊。嗯。哎，说真的，搬回来住好不好？我们新房子有空房间啊。那爸呢？爸，我怎么劝他都不肯搬来，他说要住什么养老院。啊？养老院？对啊。他干嘛那么任性？他有跟你讨论吗？任性，这就是我们家的 DNA 啊。他至少也要讨论一下，他不能每次都这样子啊。可是我比较像妈，对不对，好不好？哎，爸。喝完满月酒，你还是要回去啊？我东京那边还有工作。在台北就不能工作吗？我现在住东京，我当然需要东京的工作啊，不然呢？好好好好好，你喜欢就好。一个女孩在国外生活，总要有一个人照顾你。我会照顾他，他也会照顾我，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吗？是谁啊？好的。你都是谁？他是我朋友。我们要先走了。老房子要卖了，你回去看看有什么东西要带走。你舍得丢，我可舍不得。你回去整理整理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再说吧。要下去看看吗？啊，哦，走啊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一刀一刀，大丈夫？嗯，大丈夫，一刀一刀。月月，妈对对对，嗯，不要催我。那我请你吗，大小姐？哦，你不要催我啦，我至少要跟人家讲一下。你人真是。小姐，你好。哎，啊，请问这里有一位徐志豪徐先生吗？哦，他叫徐志豪啊。徐先生您好，您的父亲有一份文件要我交给您。哦，好，给我就可以了，谢谢。谢谢您，我先离开了。好，拜拜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快点啦！这绑鞋带，你爸真是每次都玩这一套。那什么啊？这里啊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买房子卖房子，爸根本不让我过问。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处理。你看，现在要住哪一家养老院，我都问不出来。
你当然不能让他搬呐、啊。当然不能让他搬呐、啊。对啊。可是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话吗？拖拖拉拉，你看天都黑了。哎，反正他就是这么霸道独裁啦。不然我当年怎么会被迫流亡？你都没有发现吗？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啊？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敢说我爸只有骂过你没有爱你吗？你看看老爸他老了，那你呢？你有成熟长大一点吗？你怎么那么啰嗦啊？哎，你去哪里？这里啦。讲一堆屁话。你再说一次。哎，月。其实爸在想什么，我很清楚。不管你在十万八千里外，还是在跟在他屁股后面，你永远是他宝贝女。就算他100岁了，他还是会担心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。所以他现在在努力，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，你知道吗？月，你干嘛？我说两句，你摆臭脸给我看。我问你啊，你跟你那个朋友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爸很保守，如果想对这个家投什么震撼，那我劝你先想想后果好不好？哎，我不结婚到底妨碍谁啊？你不要也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不要让他伤心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月，月，月。回来啦，是我忘了带什么东西啊？爸，是我。你不是叫我回来收东西？
就要大学联考了，你还有时间玩社团？你告诉我，拍这些破照片有什么出息？台大会教这种东西吗？你离开这个家已经五年多了，你在外面生活还习惯吗？嗯，我一到日本就认识阿 K， 就是你见到的那个女生，我们现在一起住，然后她很照顾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工作。不用担心了。哎，爸，志豪的新家离旧家其实没有很远，你搭捷运就到了。你有时候可以回来这边看看邻居啊，跟他们见个面，聊聊天。不一定要住养老院吧？你怎么搞的？他是你哥哥，不是志豪。你怎么讲话永远没大没小的？人年纪大了怕吵，而且我不喜欢去麻烦别人，怕麻烦别人。我自己的事啊，我自己会处理。你住哥哥家怎么会是麻烦别人呢？那是你们觉得这样好，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？我觉得这么好不好呢？我已经退休了，人生的责任也了了，我也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你忘了吗？当年你会离家出走，就是怪我给你的自由不够嘛，你忘了吗？你不要扯东扯西好不好？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知道我离开家里就是因为怕随时可能会跟你起冲突。妈妈走之后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沟通。你有想要了解我、听我说话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提这些了。淡水捷运站，わかった？じゃあね。我要走了，不然等下又跟你吵架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哎。反正呢，你要住养老院当孤单老人随便，我们就是罪人啊。没关系啊，你高兴就好了，你都照你自己意思做就可以了。
记得关门。伯父带我参观这些漂亮的地方。啊，没关系。你是摄影师？啊，嘿，啊，我刚与一位合作。啊。我们一起经营摄影工作室。啊。在日本，有很多。女性的摄影师吗？啊，因为模特儿大部分都是女生，所以女的摄影师比男的摄影师更懂女人。啊，你知道米卡尼纳嘎瓦，中文叫卷妆奇花，就是最有名的例子。啊，你刚才说那个名字我没有听过，对不起啊。不过我同意你说的，女性的摄影师比男性摄影师懂得女人。嗯。谢谢你带月月回来哈，让我一下子哈捡回了两个女儿。两个？一个是月月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啊！我，有件事啊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扱ったの。見て見て、この中。いいから見て。私ね、お父さんの気持ちわかるんだ。大切な思いを口にして言うのは簡単だけど、本当に実行するのって難しいと思うの。お父さんの気持ち分かってあげて。
我知道这是你报平安的方式。这些年，你寄了这么多的明信片给我，我都把它好好的保存了下来。每一张明信片，就代表你在哪一个地方，上面的风景都说得很清楚。你也让我知道你人在哪里。这些年你东跑西跑，跑了不少的地方，爸爸其实很担心，担心你的安全，担心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担心你有没有吃得好、住得好、穿得好。最后这几年寄给我的明信片都是来自于东京，我就猜想你应该是在东京安定下来。没有回到真正的家都不算安定。所以我就把旧房子给卖了，买了这两间。你哥哥结婚了，就给了他一间，另外一间就是要留给你的。不管你将来要不要嫁人，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家。你的个性或许不想嫁人，可是做爸爸还是要把嫁妆留给你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那你要跟我们一起住才可以哦。我会跟你住在一起。我会永远跟你们住在一起。哎哎，这边给我，真是的，来来来，这边就好了。哎，ちょっと一緒についてくれ。大事な話が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来来来。巻いてって、巻いて。我帮你拿水啊。退休前我有一百个忙碌的理由，但是从现在开始我所做的一切理由只有一个。我想每天都看到他们微笑，知道他们都过得很好。我们做父母可以给儿女的不只是一串房子钥匙而已。住在这里就算离市区远了点，可是家人之间从来没有这么靠近过。就算冬天冷了点，有亲情加温，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温暖过。有能力照顾好我的家人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福气。